何荣娘。何荣娘，我看到那个长江里边，南通段的，又来了一条龙，又来了一条龙，在泥地拱啊，又来了一条龙，上面一条龙走，前面一条龙已经就位了，在天上又来了一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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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问他，挺喜欢，这边南通这边。南通这边的吧，他说是，长江有快，离海有近，我就对他说，还有个南山的，对呀、他就是冲着南山来的，那你喜欢的话，你就，就，以后就待在，南山这边吧，做南山这里负责人吧。他说好啊，一听说负责人好啊，一听说那个上面一个你在天上的没说负责人的话，爸，他有点不高兴了。我说你也当负责人，你们俩都当负责人，好吧、好吧、两个就接受了任务了啊，两个都接受了这个任务了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好啊，是两个，两条龙啊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